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澳人治澳，高度自治的方针，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，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，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，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，解决台湾问题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，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，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。要坚持，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。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，要和衷共济，团结向前，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，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。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、坚定意志、强大能力。